我是蔡灿德。我从五岁就开始拍电视，可是让我拿到第一座金钟奖的却是儿童节目，非常有意思。一直到现在都还会有家长看到我就拉着我的手，一直问我说，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有新的内容呢？因为孩子们都好喜欢哦。希望您可以捐款给公共电视，支持我们制作更多更好的节目。捐款电话02-2633-9922。